有分别而起者出，尚有俱生我法而止。从起心动念而来的细致，那么这是再往深一层去观察啊，去观察妄想执着都有这两种状况。从分别而生的，就是我们六根对六尘境界，起心动念啊，六根对六尘境界，从这个地方生的这个粗啊，这个相粗，前面讲的我人众生受者啊，法相非法相啊，都粗。对我们初学人来说，我们很容易觉察到啊，很容易呀、体会到。另外一种呢、不必对外面境界，自己会生这些烦恼，这个就微细了啊。这个微细的执着不是这一生的，多生多劫的习气呀、像我们晚上睡觉做梦，梦中所现的这个境界，我们六根没有接触外头境界啊，现这么多境界出来了，那都是过去生中的习气啊，所以那个境界呢就细了，还有比这个更细的啊，梦中啊也现不出来啊，怎样它会现出来呢？有定功啊，甚深的禅定当中也会现境界，那就是极其微细的了啊，这个叫俱生我法而止。俱生就是无始界以来的啊习气啊，不必要学，不必人教啊，自自然然它就起现行啊，那个贪嗔痴就是这样的啊，不需要教的啊。你看那个小孩啊，还不懂事啊，很小的啊，六七个月大的这个小孩了，现在小孩跟从前不一样了啊，现在小孩六七个月，你仔细观察他就有贪嗔痴了，就看出来了，不像从前。从前的小孩啊，说实在的话，要到两三岁以后啊他才有啊，他不懂得贪嗔痴啊，那个阶段叫天真啊。从前人呢在这个童年的时候，天真的时间保持得很长啊，相当长的一个阶段，现在不行，所以现在做人好可怜。你看几个月大就起贪嗔痴慢了，就起贪嗔痴了，什么原因呢？他家里都有电视啊，你别看他不懂事，他每天眼睛瞪着那个电视，哎呀，在那个里头把他无时俱生的烦恼通通给勾引起来了。这就是说明啊，现在已经没有天真了啊，这个这所以天真烂漫没有了啊，
所以想到这个地方啊，人不能做啊，下一次要再做人啊，不好过，日子不好过啊。从前的人，倒蛮像样子啊，可以做，现在的人不能做了啊。看看现在的小孩，实在讲非常可怜啊。生下来还不到几个月，烦恼就起现心。啊，两个小孩在一块的时候，你看给个糖吃，他就会抢，会争，啊，抢不到就会哭，那贪嗔痴完全表现出来了，他都没人教他的，啊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居身烦恼，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观察得出来，这是微细，啊，我们要断呢，先从粗的断。从粗断到细，细枝一定要用定功来断，定功才能扶得住。极其微细，要用智慧来观照，那才行。照见五蕴皆空，那个问题这叫真的解决了，定功扶住他了，那个断叫扶断，不是灭断，实在讲，我们在大乘经里明白，所谓灭断呢，就是转变，转变之后呢，这个烦恼执着真的没有了，变成无上的智慧。转烦恼成菩提，菩提是真实的智慧。